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ky。昨天去星光商业看了一个只想重生的特展，它是爬虫和植物的一个展览。那去的时候非常临时，而且我在那边只待了一下下的时间。那我就用短片的方式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Go！Ha ha ha.